二点，把三根火线接到电线里边的香的位置。其中一条地线。地线接到电箱旁边的那个螺丝上。然后按下开关，黑色的开关。半动手动阀，半动手动阀，手动阀回位啊！按下红色的开关，停止。把机器门打开，把压板升上去，然后双手插包，把地下的包推出来。